不行，不行。哪来的死猫？滚开，滚开！那是，那是，只不过是一只猫罢了。朕从小对猫就是没办法，那是，把你打个不停，那是，那是，那是，明君，把我跟那只猫到底赶走了没有？那是，把它赶走，那是，那是。猫赶走了吗？嗯。哎，对了，平君，我们这些日子已经好久没练功了。平君，春宵苦短，还练什么功夫呢？正好想你。你根本就不会武功，你到底是谁？快说。朕是刘病已啊。放屁！你根本就不是刘病已。哎哎，平君，你要带朕去哪里啊？去天牢，然后报告大将军。哎，别去，朕是皇帝，朕可以让你当皇后啊。皇后，我不稀罕，我要的是真正的刘病已。哎哎，走，赶快护驾。谁敢？伯父，捉拿到案。我不管他什么皇上皇后，只要娶我的女儿，就得交定金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注意看小的，不注意看大的。大的要看，小的我也要看。大的小的，你要分对谁？对谁呀、啊？就是要聘金，我管他大的小的呢。不管大的小的，全部跟我们走。走了，走走。好狠的假皇帝！病已啊！病已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徐广汉，你教女不严，可知罪？冯丫头又惹你生气了。哎，我以为什么事儿？这你要不是不知道，她从小就有这个毛病。哎，别跟她计较，别计较啊。是啊，朕已经宽容她很久了，这回绝对不会再容忍她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嘛？病已啊，你是用这种方式招亲是不是啊？还招什么亲啊？我没把你们两个给砍了，就算不错了。把他们两个关进天牢。是是。哎，不，等等，不要。徐广汉，听说你是牢头出身的，跟那些狱卒都很熟。这样吧，把他们两个关在昭台冷宫。由太监看管守卫，抓到许平君之后再一起论罪。不，你敢跟我翻脸？我走。我是你许大叔，我是你许大叔。许广汉，我不是真正的刘病已，真正的刘病已大概已经在什么野狗的肚子里了吧。啊，你
你这死老头子！你说你的眼睛比狐狸还金，比猫头鹰还亮。世上任何人、任何事，只要让你一看，一眼就能看穿。结果怎么样？你看出什么来？不是我这，你还想被他封为关内侯？我看是关龙侯啊！把他们压下去！少帅，你怎么能这么的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情无义啊？我干什么呀？你怎么翻脸不认人了？啊！许平君，我看你能逃到哪儿去？朕实在想不到，许平君竟然是个不贞的女子，偷偷在外面跟那些野男人勾三搭四，真是丑闻。启禀皇上，许平君，老臣对他还算了解。他似乎不是这样的人呢。大将军，你是怀疑朕的话吗？不不，老臣不敢。即刻传令全国，通缉许平君。许女若敢违抗，就地格杀勿论。遵旨。韩老弟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许平君不是好惹的，幸好他没把你给阉了。好了，你别说风凉话了。这许平君在外头一天，我们的处境就危险一天，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尽快抓到手。凭他就想危害我们，我看他还没那么大的本事。他那张大嘴巴整天在外面说你是假皇帝，那还了得？只怕没人会相信他。哎，总会有伤害的嘛。昨天晚上我在那儿就好了，绝对不会让他跑掉。许平君这点武功，哼，比条母狗高明不了多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现在的我，比我叔叔的武功更厉害了。我已经把《易筋经》练到第三层了。哎，这位小哥，向你打听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你有没有见过连毁了一半的乞丐？连毁了一半？这个嘛，姑娘可是要打听那个铁面大公鸡。铁面大公鸡是什么人呢？听说他现在是什么丐帮帮主，总部设在居巢。哦，啊，谢谢啊。强身为做人之本，没有强健的体魄，什么都做不成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练习。但是要记住一点，练好了身体，不能跟人打架。哎，好了，先休息一下。帮主，两位干什么？这是新做的面具。帮主，你看这是猪头面具，好漂亮啊！帮主，你看这鸡头多漂亮啊！帮主，我这熊头的，你看看啊！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！完了，完了，天下完了！怎么回事？帮主，咱们到街上看一看，你就知道了。慢着。韦小帅啊，韦小帅啊，韦小帅啊，没有啊，有没有？站住！按照刑法，不管大人小孩偷东西，一律断手，带走。官爷，
他只不过是个孩子，你就不能放他一马吗？按照心法，不分什么大人小孩。我从小就想当捕快，没想到心法一出，你们这群捕快成了世上最龌龊的一群人，简直不想活了！上，帮主，要不要去帮忙？没关系，疯丫头可以应付。疯丫头，别惹麻烦了。你是病疫吗？你真的是病疫吗？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你会不会每天晚上都吓得做噩梦？我才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永远都是你的夫君。我会把你害惨的。病爷，你的心病又犯了。从前你是个小痞子，所以你怕耽误了我的幸福。现在你又是个丑八怪，所以你怕成为我的负担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人。骗君，在我最潦倒的时候，喜欢我的人是你；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照顾我的人是你，我在大牢的时候陪着我的人是你，在我难过的时候安慰我的人也是你。到现在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千里迢迢来找我的人也是你。平君，你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真爱。病爷，平君，体内的创伤太严重，又是毒又是内伤，我根本帮不了你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现在连鸠摩空师傅都这么说，我看我是不行了。帮主，我帮你们熬了两碗大锅杂烩粥，快趁热吃了吧。平君，这就是一直照顾我的狗蛋大哥。狗蛋，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照顾病你。哎，听说你本来已经被封为皇后了，结果却跑了出来。什么皇后啊？那个皇帝根本就是假的。我知道他是个假的，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来看，如果病姬回不了宫，那他那个假的不就成了真的了吗？狗蛋，你这些话说对了一大部分，但不是完全对。我记得师父曾经跟我说过，我之前能够当上皇帝，那是因为我有皇族的血统。但其实这一点都不重要了。啊？不重要了？这当然不重要。我虽然是皇族一员，但是不代表我就有资格统帅天下。那谁才有资格啊？
其实，我登基那一天，我娘跟苏文拼了个同归于尽。水仙又因为救我而坠落山崖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不想当这个皇帝。所以后来，霍将军跟平君，他们叫我做皇帝要这样那样，我根本就不想学。我真希望他能把我给废掉。天哪，就有你这种人！说实话，当初那个假皇帝把我换出宫，让我变成了乞丐，我还真有点高兴。啊，你高兴什么？高兴我可以抛开所有责任，高兴我可以回到从前单纯天真的岁月，高兴可以抛开一切束缚，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。这没错呀。以前是没错，不过现在是错了。我应该领悟出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对别人的责任。并义，你现在是真正的领导者了。师父，你们丐帮很好很好。师父，可有我爹娘的消息？他们俩被那个假皇帝啊囚禁在那个昭台宫里。不过你别急，在没有抓到你之前呢、啊、他们不会有危险的。可是总得想办法救他们呢。疯丫头，你的伤还没好。我的伤差不多了。师父，你能不能帮我给病医疗个伤啊？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监狱，但是你从小在牢里长大，所以你心中的监狱特别大。监狱一定要打破，只有你自己才能医好你自己。启禀皇上，苏城来了。叫他进来吧。草民苏城拜见皇上。平身，你们都下去吧。韩延法，你架子好大啊。苏兄，戏还是要演的，不是吗？你要找我，为什么不到四通客栈去找？非把我叫进宫来，是不是要让我看看写写你自己的威风啊？苏兄，你误会了。我请你进宫，是因为有些事情，实在不方便在广陵王面前提起。哦，哼，韩老弟，你也知道广陵王是外人啊，是吗？说得好。苏兄，我们俩心照不宣。对对对，心照不宣。另外真的有件大事要跟苏兄商量。哦，还有什么大事啊？从前有个魏国人，他嫁女儿，他告诫女儿说，婚后一定要想办法存私房钱。哎哎哎，请你讲重点好不好？你的故事我听不懂。是这样的，朕最近颁布新法，可是朕发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方官吏，他们有阳奉阴违的情形，此风不可长，必须要加以惩罚。嗯，刁官比刁民更难治，需要杀鸡儆猴一番。所以朕就想到你。想到我干什么？苏兄，朕派你做钦差大臣，巡查各地，万一发生不法之事，立刻以尚方宝剑制裁。我是钦差大臣，没想到我当上钦差大臣了。同村村长拜见钦差大人。嗯，请来吧。
同村居民318人。按照新法，今年应当追加税款318两。村长，你说怎么办？大人，本村今年收成不好，凑不出这么多税款，可否用壮丁折算？总共10人。一个壮丁30两，10个壮丁300两，还有18两呢。实在是凑不齐啊，大人，请大人免了吧。不行。那个小姑娘就是18两啊。哎，娘，走，娘，走，走，走，娘，娘，大人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您高抬贵手啊。娘，娘，大人，求您高抬贵手啊。你现在欠别人的钱不要紧，你现在是欠朝廷里的钱，你不要命了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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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上寂寞，有了你，娘，我就快乐多了。快来了，快来了，快走啊！走走走，快来了，快走！走啊！家兄，李维，是刘大卫吗？是皇上吗？殡仪，啊不，皇上。我真不敢相信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这些都不重要了。但是皇上，您看看，现在天下变成什么样子了？我和李纨，因为有从前柴烂寺的经历，所以现在在居巢县衙里当个书吏。这些日子，我们看到悲惨的事儿啊，可多了。原本一个大好的清平世界，哎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人间地狱了呢？皇上，不瞒您说，我跟张雄天天都在暗地里骂你。别说了，没有关系，我也一直在骂我自己。搞了半天呢，哎，原来那个皇帝是假的。皇上，你可别再让那个冒牌货胡搞下去，再这样下去，天下老百姓可就没有活路走了。哦，还有啊，新来一个钦差大臣，好像是苏城。哎，下官恭迎钦差大老爷。大人，请。出来！我不要！出来！我不去！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快走！放开我！大人，听说你这个居巢是乞丐之乡，但你这个县老爷好像过得蛮惬意的嘛。大人过奖，大人过奖。快！快点！快！打开！打开！这是下官的一点心意，请大人笑纳。这是给我的？是是。哦，大人。本大人笑死了，本大人我笑死了。请。好好好。请。你这个居巢还真不错啊！哎，是是是，毕县很好管理，很好压榨。哎，对对，很好压榨。哎，可是大人，那是从前啦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不知道从哪来了一批乞丐，还说是什么丐帮，把总部设在城内。他们3天一碰头，2天一聚会，卑职怕他们有作乱之嫌呐。那你还不把他们给剿了？他们人多势众，我怕把他们逼急了，他们万一做起乱来，
毕县兵力单薄，他对付不了他们。这简单，有句俗话说得好，拿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明天本大人跟你去解决这个问题。让一让啊！清晨大人来了，让开！让开！来！这位兄弟啊，来！有才能的都来啊，没问题，任何才能都可以啊。想招什么财啊？只要有一点专长就可以。你们招收那么多人想干什么？当然是咳咳，你先别问，你到底会什么？哼，我啊只会一件事，打人。好呀，真是好啊。但是你们又没有亲眼见到，怎么能相信我会武功呢？哎，让他试试看。试试，来试一下。好啊。哇，你干什么？我们竟公然造反。你干什么？搞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就是帮主。我是大人啊。太过分了，就是这样啊！可恶！来，收一下！你们这些丐帮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解散！丐帮不解散，找死！都解散！丐帮不解散！哎呦！丐帮不解散！哎呦！狗蛋大护法，算了吧！狗蛋大护法，算了吧！丐帮不解散！你活腻了你！让开！狗蛋！帮主。我们不解散，帮主，等你当上了，忠心当上了皇上，我就可以做大老板。狗蛋，你一定会当老板的，我给你保证，你会成为固王金来最大的老板。这好，他最大老板了。狗蛋，你又是什么人呢？哎，本大人在跟你说，听见没有？你就是什么帮主，铁面大公鸡，是不是？你们这些什么丐帮，违法乱纪，搞毛了本大人。统统把你们抓起来，丐帮马上解散。好，解散。帮主，还是你这个帮主识时务。狗蛋，帮主，我们真的要解散吗？我们真的要解散吗？解散啊，帮主。狗蛋，在过去12年来，一天曾一问，
存了那么多银子。其实就凭这些银子，他能开什么店，做什么老板？不过他就是靠着这个信念一直活下来。毕爷，死老天，却连他这么卑微的梦想都要磨杀掉，还赔上了性命，走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对他这么不公平？冒牌皇帝太可恶了，我们要打倒他！对，打倒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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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冷静一点！凭我们现在的实力，就跟这些银子一样，根本做不了什么。不过，我们可以有狗蛋这份精神，一天存一文，慢慢的来。钦差大人啊，那丐帮已经被解散，他们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。是是是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哎，大人请。嗯。大人请。恭送大人。哎，你看你看你看，谢官人老爷。哎，谁敢到这边来捣乱？铁面大公鸡帮主，我们都是同村的农民，请您替我们主持公道。皇上，皇上，他们都是各地县衙的书吏衙役，因为看不惯那个冒牌皇帝的作为，所以前来加入皇上的阵营。帮主是皇上？大家眼前这一位才是如假包换的皇上。啊，皇上，皇上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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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是绿林好汉，你要加入丐帮？哎，怎么把我们这当强盗窝啊？身为绿林人，也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既然来了，就同心协力，一起奋斗吧！绿林皇帝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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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哼，大胆！那只乱面实在太大胆了。皇上，各地官员传来消息，都说税负过重，百姓缴纳不起，执法又过于严苛，刑与自奉，而官吏却趁机索贿。胡说，通通都是胡说。那个什么什么铁面大公鸡，公然跟朝廷作对，这摆明了就是在造反嘛。大将军，听说他们已经盘踞在居巢，长此下去可也不是办法呀。启禀皇上，老臣请命领兵出征，待生擒那个铁面大公鸡，再问明其作乱原因。作乱还有什么原因？朕自有主张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臣告退。还好你没有答应霍光带兵出征，兵权要是落在他的手里，日后就麻烦多了。朕就是怕他把兵马带出京城之后立刻倒戈相向。没错，兵权一定要捏在自己的手里，不能随便交给别人。但是怎么还在伤脑筋？那群乱民要怎么解决？听说乱世是由苏城一手激起来的，我早跟你说过，这家伙不可靠，你还派他当什么钦差大臣？哼，苏城还说你不可靠，我倒有个一石二鸟之计。那你快说。你不觉得乌龙院那帮人一直是我们的心腹之患吗？对，提起鸠摩空那个大光头，我每次看到他心里就毛毛的，好像他已经看穿我们一样。所以啊，不如利用他们那群光头去平乱，事成之后啊，你再怪罪他们
胡乱杀人，到时候把他们通通砍了，这样趁机捣毁了乌龙院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妙啊，最好是两边杀精光。王爷，此计甚妙，还是你最懂得使用权术之道。哼，你还不晓得我真正的厉害呢。你才是我真正的心腹大患。让我们平乱。师父，这件事就只有麻烦你了。师父，这小子想耍诈。老衲临死。师父，是临止不是临死。很好很好，领什么都很好。大家准备好出城作乱。不是作乱，是平乱。很好很好，乱就很好。大家回去准备打包出发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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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楼主见见谅。在在。咱们是不是好兄弟？哎，当然。对对的话就帮朕一个忙。好。朕觉得大牛跟周摩空有点情绪不稳，你们俩帮我盯着他，万一他们有什么异状立刻向朕回报。情绪不稳？周摩空大个大光头好像从来就没有情绪的。朕怀疑他们要造反作乱。啊，造反？造反？你们仔细想想，他老远从天竺来到这里为的是什么？他一心要收朕为徒为的是什么？他怂恿朕把他封为国师为的又是什么？总之你们帮我盯牢他，万一有什么异状的话立刻回报，立刻回报。如果你们想便于行事的话那就更好了。哎，便于行事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哪有那个本领啊。是啊，这是天下间最毒的鹤顶红，我看他应该会对你们有用的。谢皇上。你拿着吧。对对对对，有肉。哎，喂，看什么看？一看到肉就嘴馋。你们几个，帮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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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大队兵马向巨床杀过来了。不要紧张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大伙让城外列阵。是。毕毅啊，你还这么轻松，到底有没有办法退敌啊？大师，咱们是不是现在就杀进去啊？对，杀进去。现在，不杀。现在，扎营。扎营，好，扎营。安营扎寨，生火做饭。是。你们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？啊，这大光头啊确实有点怪怪的，他根本不想进剿乱民嘛，分明想拖延时间。皇上说的没错，大光头这招叫做首鼠两端。怎么说？趁机掌握兵权然后造反呢？啊，可是我觉得大光头平时对咱们不错啊，难道真的要毒死他吗？哎呀，皇帝是我们兄弟，我们不帮他谁帮他？对，皇上是我们的哥们，我们一定要帮他。看来只有这么办了。
师傅，吃点宵夜吧。好乖。哎，好香啊。就是啊，好吃的很啊。好吃，你吃。哎，不不不，师傅，我不饿。你吃。哎，不不不，我也不饿，你请你请。你吃。我不饿，师傅，不饿不饿。那还是你吃。不，师傅，师傅，您快别搞笑了，快吃吧。吃就吃。师傅，您在干嘛？啊？万一吃死了怎么办？先给自己超度。你也知道是皇上他的主意啊，师傅，我们是迫不得已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是皇上让我们这么干的。是啊。